董Sir，係咩爆炸品？世界上最世界彈之一。Data Clock。潘成峰，你雖然同一單爆炸案有關，你自首啦！唔關我事噶，你係我死黨啊嘛！你可偏幫我嘛？冇得翻轉頭噶喎！全世界都以為個炸彈係你放噶，得我一個知道，你係個拆炸彈。手拉你翻嚟，試下。 讲我听，你仲可唔可以继续你嘅任务？我而家好多嘢都唔记得，虽然我唔记得佢哋系咩人，但系我真系好难过。你哋搵佢查恐怖分子啊！你连自己嘅满足嘅警察都唔记得，你哋系咪人嚟噶？我唔估到会变成咁噶！你走先，唔得，要走一齐走。